我是说，如果我是一个200斤的胖子，你会嫌弃我吗？拌饭，差不多了。对了，你新学校怎么样啊？非常非常多的惊喜。懂了，是美女很多吧？其实是有一个，快跟我讲讲。她很好看，也很善良。总之和其他女孩不一样了。对了，你这个怪奇物语的手链是在哪买的？这个不是买的，是我自己做的。那全世界就一条了？嗯，差不多吧。哦，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加入我们小组啊？因为我觉得组名很有趣。我为什么一无是处？刚好是我想问的问题。可是你根本不会一无是处啊，而且你不像会打陪堂舞的样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没见过我。那我们在网上聊了这么久，你有想过我们会见面吗？想过啊，但是就怕我太丑。会吓到你。那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我是一个200斤的胖子，你会嫌弃我吗？那我们俩加起来刚好400斤。放心吧，色拉酱，就算你真的有200斤，你能靠实力取胜的。你不会再敷衍我吧？我是认真的。我相信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